东港镇农会超市积极选用在地小农以及全台各地优质蔬果，提供给广大的区域消费大众。而为了让民众采买更安心，农会将贩售产品送至农事所做全国蔬果农药残留检验，获得极特优殊荣，强调药检把关很严格，再加上获得这个极特优相当难得，因此无疑是为在地农产及超市蔬果贩售挂保证。其实我们东港镇农会超市呢，一直都希望提供给来这里的消费者可以买到安心安全的蔬果，所以我们长期都有在透过超市中心去帮我们的贩售的水果啊、蔬果之类的去送检。那我们今年也荣获去年度的农事所提供给我们颁发了一个极特优的一个奖项，那提供给更多消费者安心选购的环境这样。近年食安意识抬头，民众对于采购健康无毒的优质农产品也更加重视，农会期盼能在选购及源头替乡亲把关。那自从我们拿了这个极特优奖之后啊，来买我们农会蔬果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了。所以你觉得这个奖有帮助你们提升销售就对了？对对对，然后也可以让民众采购我们的蔬果更加有保障。近期获得极特优殊荣后，吸引不少邻近乡镇民众也来采买东港农会的优质蔬果，期盼未来农会将持续努力，不仅为在地农产增加，也提供消费者安心选购的环境及品质保障，让民众采买更安心。记者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道。